第三十四题，三十五题是题组，阅读下列文章，回答三十四、35题。OLED 与 LCD，现今高规格的手机都会标榜其荧幕使用的是 OLED 荧幕，而非传统的 LCD，而两者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可以从图中了解其原理的差异。LCD 的原理是下方有一张 LED 提供光源发出白光。当白光通过像素点时，RGB 的像素点分别让相对的颜色通过，而 OLED 荧幕则是像素点在通电后本身发光，所以 OLED 少了背光 LED 模组，具有省电、省空间、色彩更艳丽等优点。注：RGB 即光的三原色。第三十四题是问：RGB 分别是哪三种色光？R 是 red 红，G 是 green 绿，B 是 blue 蓝，所以 RGB 就是所谓的红绿蓝。第三十四题问：RGB 分别是哪三种色光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 红绿蓝。